这款木工专用迷你气动修边刀脚器你一定没有见过。以前我们修边刮边的时候都是用美工刀，这样的话很容易伤到板面和手，一点都不安全。这款气动刀脚器就方便多了，它的圆弧角度可以调节，只需要装上气管就可以使用。无论是木工师傅现场修边刮边，还是机器刮边不到位进行二次倒角，都非常的方便，修出来的圆弧圆润光滑又自然。